每个国际咖啡都有范喜北，我是范喜北，在环宇新闻台跟大家一起看世界，做新闻。范喜北的环宇漫游。那新年快乐！哎、欸，今天是初六嘛，哈，应该是开工第二天吧，对不对？没错吧，哈。那所以呢，我们照例呢，每一年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讲一点比较轻松的东西啊、哦，那个不要再讲什么伊朗、美蛋呐、像那些哦，我们今天讲一些比较非常轻松的。今天呢，这个整集啊、哦，我们就要来推荐啊、哦，我们这一整年来我们最喜欢的英语剧好了哈、哦，也有可能是。影集也有可能是电影、那好了，那我们不要讲太多，我们赶快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了哈。那我先讲我推荐的了哈，我年纪最大嘛哈，我优先这样子哈。我推荐的那个剧呢，是一个 BBC 的影集，那它是跟 Amazon 合作的啊。然后呢，它叫做 Fleabag， 然后中文有些人把它翻译做《伦敦生活》，但说实在，我觉得翻的不是太好，因为 Fleabag 在英文里面是有在讲说是一个充满跳蚤的。包啊，一个跳蚤包这样子，所以其实有在放在人身上呢，就是说这是个讨厌鬼、倒霉鬼的意思。地狱倒霉鬼。对，没错。然后呢，这是一个喜剧啊，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大家就知道他说故事的方法非常非常的特别。You know when you've done everything, and you've even. Do you want to have sex? No. And you feel great, and even though your sister still hates you.Thank you. You're pretending to be friends because your dad is. I'm joking, he's just there. Here's to love. Hey! Hi. I thought you'd be in prison by now. Oh, well, keep trying, but they just won't have me. You look, strong. Oh my god! Are you? Oh, I'm a pretty normal person. What makes you a normal person? Well, I don't believe in God. I love it when he does that.So I read your book. Do you think I should become a Catholic? No, don't do that. I like that you believe in a meaningless existence. You know how to love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That's why you find it all so painful. I don't find it painful. This Fleabag 这个影集啊，它是。在去年啊，第一季推出之后呢，就拿到这个最佳喜剧奖这个金球奖。然后今年的第二季啊，去年播出的第二季啦，那在今年的这个金球奖，他又拿到那个最佳喜剧奖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我们业界说实在，很多人说是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这个喜剧作品啊。那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了哈。然后他其实都在讲，应该我想很安全的讲，你们两位都有看了嘛哈、嗯？我觉得很安全讲。看第二季。对，然后嘉玲是看了第一季嘛？对，我们分工哈，因为今天看的东西很多。对，然后所以呢，我觉得先看了第一季的是嘉玲嘛，对不对？好了，我先问你好了，你看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你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说故事的方法怎么样？这样，嘉玲先说好了。我自己觉得那个说故事方式很有趣，因为他对着镜头讲是他的 OS。然后而且他常常是表里不一，就他做的事情跟他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对对对对。但是他在对着镜头，他的吐槽又很精准，然后会让你觉得，我每次都是在等那个吐槽的那个点， okay.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很像是，因为旁边的人不知道他在对镜头讲话，只有他跟观众会知道。对。所以大家把这个东西叫做突破第四道墙，就是跟观众的那一道墙，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他其实这个跟镜头讲话，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嗯。你看的时候，你感觉呢？因为我只有看第二季嘛，但是我知道说第一季它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嗯，然后延续到第二季也是继续用这样子的方式跟观众互动，但是因为它第二季的时候，就是它有打破这道，就是有打把这个东西又重新再发挥到另外一个境界，因为它第二季的男主角，他有好像发现他好像会跟镜头外面人。讲话这件事，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嗯，就是他就是说，你刚去哪里了？这样、嗯、就是有故意在玩这个东西。呀、yeah. ，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为什么讲到这个说故事的方法啊？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讲说，其实这个跟我们有点像，我们比如说现在人有个习惯，就常常讲话就去看手机。就是另外还有一群观众在那边，比如说我的 social media， 舞台前跟舞台后，对你的 social media 或是 IG 上面，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对话也在进行当中，对对对，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现代感很强的一个表达方式这样子。然后我想这个东西，我想那在内容的部分哈，你们看的时候，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喜剧还是
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我一开始看就看到他跟镜头讲话那个，我就觉得他是喜剧，因为那个点才太好笑。但后来看到最后，我觉得就是会一直觉得很焦躁，是觉得这女的怎么可以把她的生活过得那么糟，而且她就开始很厌，她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厌世，然后很负面，然后觉得自己就是这么烂，然后就想说我到底是为什么？就可是后来很多很多的原因出现之后，就发现她其实是喜剧下面的一个，她是用喜剧去包装的一个，她有很深层的悲剧的因素在里面。我自己看是觉得是这样。我想这是这个剧最成功的地方哦，就是说她其实是用笑来表达一个很深沉的情感，我不要说是一个很深的悲哀了哈，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是用笑话来呈现一个你一个非常深沉的，有些时候是像我觉得第一季讲的是罪恶感嘛，好，罪恶感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我当时在看，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跟你们两个讨论的时候，哎，你觉得我们东方社会对于罪恶感这个东西，你们觉得讨论多吗？我觉得我们好像感觉上没有那么感觉上那么多这样子。我觉得东方社会比较常讨论，比较明显，就是一些道德上面的约束，或道德社会给你给的一个框架的东西。那因为这个道德的约束，可能会让人感到罪恶或是羞耻。告诫啊，西方的话是讲告诫， oh, 但东方的话，我觉得比较没有告诫这个部分。就如果说你犯错，然后大家会讲说，哦，你犯错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大家不会去跟你讲说，哦，你必须要把你的错误讲出来，然后去面对这个错误，去告诫这方面，就跟西方有很不一样的差异。那第二季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他爱上一个神父。对 ，OK， 好，在爱上一个神父。你在看第二季的时候，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爱，他在探讨很多的爱，不管是他跟他的家人，他跟他的姐姐，或是他面对这个神父，对，或是他可能想起他过去的一些其他的朋友啊，其他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有讲到一件事，就是他其实他内心有满满的爱，比如说他妈妈过世以后，他不知道那满满的爱要往哪里放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满满的爱的人，只是他可能他表达的方式或是他爱人的方式不一定大家都可以接受，或是不一定就是这是他们需要的爱，对，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所以我觉得就是的确。就是爱这个东西虽然很美好，但是大家必须要理解到说，没有完美的愛，对，没有完美的爱。对，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动是在就是在这个点上面，因为他在第一季他在讲的是，比如说他其实第一季在讲是罪恶感嘛，哈，他觉得他应该对他死去的朋友要有负责任这样子，他其实是一个很深的罪恶感，所以造成他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第一季在讲的是他发展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先爱自己，你才有办法爱别人。所以他在第一季必须要先发展出来说，你要原谅你自己，你要原谅你自己，你才能够真的是去爱自己也爱别人这样子。所以你在看到最后面的时候，一个喜剧的结尾其实是非常爆炸性的，他告诉你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在第二季也是哦，他这个爱，他是讲说他爱上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嘛，哈，这个是一个禁忌，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爱上了，那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他是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大家说，爱其实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好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人可能没有能力去给一个所谓完整的爱，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接受的爱，也不应该期待是完整的这样子。好了，这个可以了哈，我觉得讲好像太沉重了一点。我们下一个我们会讲的也是有趣的，也是一个喜剧，会更好笑一点。